好了吗？嗯。Menu，然后 setting。Video format嗯。set，然后选择，选择1080p 60帧嗯。嗯。嗯。，menu 回去嗯，，setting 嗯，1080p 60帧嗯，，OK，退出，嗯，然后放在上面就可以嗯，嗯，了。然后再拍一下这里整个链路给他看一下，这里是这个相机进来。相机，互传。好，这里，这里输入。嗯。输入这里输出。是吗？那个拍很紧。要输出的，然后再把音频拿开。嗯。那边有什么声音？好像。关掉。